咱要让全世界都信赖，咱要走向一个国际的方向，咱要走向全世界，甲全世界的朋友做生意，不是甲所有的家人放伫个感情哪里？但是国民党到即马为止，继续坚持，继续讲，甲咱九二共识是唯一的出路。我甲过报告，唔通阁予台湾行回头路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